看一下上面。朱彩娃阿姨生日快乐！小时候很少过生日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过生日是我国中的时候，是我隔壁的一个阿姨帮我做一个蛋糕，帮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被我爸爸打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的女朋友说你大人都没在过生日啦，你哪在过什么生日。妈妈今天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国中同学，他的妈妈是妈妈的铁粉，所以呢今天专门来看他。这十几年前我就说答应要来看他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妈妈也很没用的啊，今天特别来看他啊。等一下有一个任务要交代给你哦，不是只要来看他而已，是因为今天是阿嬷的生日。阿嬷咪，我看到阿嬷的时候我会跟她开讲几句啊，然后你就说你要去便所啊，你去便所的时候你就要拿那蛋糕好，啊，我来祝生日快乐歌的时阵，你就把蛋糕摕出来。嗯，安尼你知影不？知啊。哈哈哈，安尼你知吼？嗯，搞定了，看一下。嗯，你唔是要去便所？哦，我传你台，我传你台。走，你来走。你在度，在度出来。无，我今来，我顶刚就来啊。顶刚暗时来。我今日在度，五点我就起来化妆啊。啊。啊，差不多，今天看我八点出发。好，预备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生日快乐！阿嬷生日快乐！什么？看一下上面。朱彩娃阿姨生日快乐！简单看图，就各种看个真嘛啦，哎呦！许愿啦！许愿了，许愿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许愿，先许愿，先许愿。其实小时候很少过生日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过生日是我国中的时候，是我隔壁的一个阿姨帮我做一个蛋糕，帮我过生日的时候。我被我爸爸打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的女朋友说你大人都没在过生日啦，你哪在过什么生日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连别人都可以过生日，我没有办法过生日这样。所以我就从此以后再也没过过生日，直到差不多40岁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彩娃姐，40是一朵一枝花，人女生女人40是一枝花，所以你要过生日这样。好棒哎，好棒哎！当艺人真的很辛苦，很辛苦，每天要面对很多的压力跟突如其来的很不同的状况都要去承受，但是这个。我都愿意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大家欢乐，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。